厦门市呢，在今天晚上，就是2020年9月7日，厦门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预警1、2级，响应响岸区、同岸区发布了这个暴雨预警一级。预计呢，夜间仍然有这个暴雨，局部大暴雨，累计降雨量呢可以达到50到80毫米，极地超过100毫米以上，并伴有强雷电、闪电、短时强降雨、6到8级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，最大小时降雨量呢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。请大家呢要做好相应的措施。开车外出的话，如果视线容易受到这个暴雨的影响，一定要谨慎慢行。行人呢也要注意来往的车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，现在看到的是厦门上空这个闪电雷鸣啊，非常的壮观。这个电闪雷鸣，哇，这个闪电啊太猛烈了。这个暴风雨来的越来越猛烈了。厦门今天晚上呢就降下了这个大暴雨，受暴雨的影响呢，同安区多条道路的积水非常的严重，特别是在同济路、现代路、西科路、滨海西部路段积水非常严重，很多小汽车呢就在这个道路中因为积水严重抛锚了，而且在同济路呢、同安路段的现场呢排起了长长的这个车龙。现在看到这个公交车也是泡在水里的，在洪水中缓慢的前行，看到不少道路呢都被水淹了。现在这个道路呢积水成河，一片汪洋，你还看到很多小汽车都泡在水里。在这里也再次提醒一下，遇到暴雨洪水爆发的时候呢，最好待在室内，不要开车外出了。你看这辆小汽车，这个洪水都进入这个车内的，整个都泡在水里。你看，看到这里也是这个路段的很多小汽车都泡在水里了，这些车子都成了水泡车了。在洪水之中的时候呢，尽快转移到安全的位置，不要待在这个车里的，非常的危险。洗干净了，你尽快转移到安全的位置。哇，这里的暴雨越来越猛烈了，雨越下越大。厦门的暴雨红色预警呢，现在还在生效之中。就在今天晚上8时，福建厦门出现了大暴雨。100毫米到200毫米之间，最大小时的降雨量达到99.6毫米。厦门市气象台呢，在9月7日20时28分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的预警信号。预计呢，今天夜间厦门部分地区呢仍有这个暴雨，局部有大暴雨，并伴有这个强雷电、短时的强降雨。6到8级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，请大家做好相应的这个防范措施。现在看到这个路段呢，也是一样的情况，我们的小汽车呢泡在水里了，动弹不得。而在这里提醒一下，遇到暴雨洪水爆发的时候呢，最好不要开车外出了，因为你开车去到低洼的地段的话，积水非常严重的话，这个发动机啊就容易失火，不能打火了。你看这辆公交车啊，这个车内啊全部的水浸了，洪水已经淹到这个公交车内了，整个公交车开车如开船啊，到处一片汪洋大海，非常的恐怖啊。这短时间这个雨势越来越猛烈，厦门全程呢都泡在水里，整个厦门如水城一样，简直就是东方的威尼斯了。厦门如威尼斯的水城呀，你看整个道路街道呢全部如河流一般，到处都是水，到处都是洪水，积水非常的严重。
特别是在厦门的同安多条道路呢积水非常的严重，而当地的交警也提醒不要强行涉水通行。厦门呢就启动了防御暴雨洪水的三级应急响应。同安交警大队提醒呢，由于短时的暴雨影响呢，市内多条道路积水，特别是同济路、现代城路段、西科路段、滨海西部分路段积水非常严重，请过往的车辆呢要符合现场交警的这个指挥和疏导，不要强行涉水通过，可以通过导航软件绕行其他道路。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，因为晚上的夜间这个视线比较差，如果你要开车行车的话，一定要开前大灯，注意路面的情况，慢速前行。而遇到水浸的地方呢，就不要贸然而行了。而涉水而行的话，发动机进水的话，容易这个造成这个死火抛锚，一定要注意安全的。你要在暴雨之中呢，因为挡风玻璃前面的这个视线都是很模糊的，这个视线不清晰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现在看到这个路段也是很多这个小汽车泡在水里了，如果你遇到这个泡在水里的话，这个人员呢尽快要转这个离开车子，不要待在车里面，一定要转移到高处安全的位置。然后这边因为暴雨洪水的影响，有些下水带的已经这个水倒涌倒灌了，有喷泉要喷上来，你看这个喷泉一样，整个厦门呢都在洪水暴雨之中泡在水里，完全在泡在水里了，太恐怖了，一夜之间整个厦门就完全在水浸之中，泡在洪水之中，有如东方的威尼斯水城一样，很多小汽车都泡在水里。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，遇到暴雨洪水发生的时候呢，赶快转移到高处安全的位置，不要待在低洼的地段，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远离洪水低洼的地段，尽快转移到安全的位置，室内的位置，时刻注意安全。